我打的吧，我打的吧。谢谢，谢谢你替我解释。不行，这个，我说了吧，你看那是网友仇。 我跟你讲一下，就是一般我打这种就是高的圆的球嘛，你就看准它快落下的时候再打，你有时候打太快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人站是对着黄心吗？然后，谢谢，陈老师，这么专业啊？不是专业，就是我们还可以打得顺畅点，因为这边有风。 就是它快到下面了，我本来就是要打的时候，我要再说一个半拍，说一个半拍，说一个半拍。要不换个玩法？让我想一下。这样吧，我不能动，我站着不能动。嗯。我给你打。好。行吧。你可以原地跳。我可以跳，但我不能动。好。行。那我是不是太欺负你了？不欺负我，什么欺负我？用力扣，打铁很爽。对，我发个高，你试一下。 扣！哇，我接到了，我出师了，我出师了。扣！嘿，嘿，哎，扣我黑姐！我是天才吧？我可能就是有这个天赋。天才，有点感觉了吧？嗯嗯。往后站一点。 嘲笑我！我先往你左手打，嗯，你左手好接，我先往你左手打。好，往你手里送，往你手里送。举起啊！你举起我吧，就。好。哎呦。 不好意思，这球不算，卡掉。十比十，最后一球。OK， 最后一球。别扣我。怎么着，跟我有仇呗？冲着我打。 哎呀，攻击我K姐，什么意思？难解释。说说你什么意思？不往你那扯。发现了，我的软肋是 K 姐，我的软肋是 K 姐，对吧？<笑><笑>真的吗？哇，帅啊，唐少，这个高调。 没有，他那个姿势是最帅的，我跟你说。今天最开心的一件事，和K姐打球，和K姐打球。<笑>真的吗？嗯。